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文评论道节目。在今天的黑白经典栏目中呢，我们请围棋名将罗启和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第六届 NEC 比赛的情况。启和你好。这个第六届 NEC 比赛你拿了冠军了，这个在你的快棋生涯中也算是一个记录吧，第一次拿吧。对，这个当时你有什么，对这个比赛当时有什么，现在想起来有什么最值得回忆的？现在想起来是很意外，当时就很意外。是指谁很意外？是你给大家一个意外呢，还是给自己一个意外？给大家一个意外，我理解是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就是说我这个棋盘对手有一盘曹大元，一盘就半决赛是常浩，决赛是周和阳，对，就都很强，就不好赢。然后呢，他们尤其在半决赛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都拿过那个 NEC 的冠军，就我一个没拿过的。然后他们在招待会上有个那个就记者提问啊，就一个人问过你们觉得谁最应该拿冠军。然后他们三个人呢就互相说，反正对方不该拿。为什么对方不该拿呢？这个说你拿了一届，那个说你拿了两届了，反正都不该拿。然后到我的时候呢，我说他们都拿过，按他们的水平来说呢都应该拿，但是我更应该拿。我当时就这么说，因为你还没拿过。后来他们全没声音了大概。后来我说，因为我最后一个人说话，我说完了以后也没想到真拿了，就后面你的快棋这个好像给大家留下印象都很深刻的，因为平时下慢棋的时候你老是落子如飞的，人家都读秒了你还剩一个多小时，这个你为什么在快棋比赛中好像没有下慢棋那么得心应手呢？你想过这个是什么呀？就他下慢棋平时，反正我是下慢棋平时就是想多一点，积累的多一些，对，就是快棋的时候自然就好下一些，应该是他平时比较熟悉。这样说就是想得多的人下快棋容易，反而容易下好是吗？对，像日本他有的时候大足英雄啊什么，他平时都下特别慢，那快棋都很好啊。对，贺阳和曹大元好像都是棋很慢的啊，但是他们快棋成绩都很好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罗启和在第六届 NEC 半决赛中的这个和常浩的比赛。本身的决赛的棋本来是最重要的，但是他和常浩这盘棋呢下得非常精彩，中盘扭杀的非常激烈，观赏性非常强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。大家好，那么现在我就来开始给大家介绍我在第六届 NEC 中半决赛赢常浩的一盘棋。那为什么介绍半决赛这盘棋呢？因为决赛的一盘棋最后我跟周和阳是我赢了他1/4次拿黑棋，从头到尾呢决赛那盘棋就相对而言比较平淡一些。那盘决赛呢我形势不太有利，一直在追赶，最后收官取胜的。但半决赛这盘呢就说相对来讲比较激烈一点，可能大家会比较喜欢。在这盘棋呢我是拿白棋，常浩的黑棋。常浩一开始选择新小目，这是他那时候非常爱用的一种下法，如果我走新他会挂角，我小飞，他这个是他那时候那段时间就是说下的非常熟的一种下法，所以我没有走新，我实际上走的是小目，这样呢就多一些变化，争取不下到他熟悉的布局去。实际上像这样的已经是可以说大家都很少下过了，二进高架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下法。白棋飞呢是最激烈的应法，也可以选择跳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快棋的针锋相对的心理吧，就是现在气势上不能输。那么呢这个双方开始下定式，从结果上来看呢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是稍微便宜了一些，而且实际上靠也很损，但如果先搬的话白棋会挤，他假如打吃那白棋接，他不能接在这儿杀白棋，白棋上面一打，要不然这个死，要不然这三个死，
所以他先靠一个，而且是跟小上交换了两下，然后出头，主要就是靠一个黑棋就可以，白棋现在不能挤，而且只有渡过。那么这都是很平稳的下法，所以长浩他就判断比较好，可以说均衡感也很强，他希望把这棋下的尽量简明一些。现在白棋搬，有的人认为呢白棋下应该虎，因为现在白棋这两个字跑不掉，如果接入的话这白棋接被黑棋扑死了，所以白棋要想把这两个字接回来先要虎一个。但现在白棋也有顾虑，因为黑棋会跳出来，因为街上尽管白棋连回去了，黑棋脚上还是活棋，所以这点翻白棋有点难受。实际上白棋搬，黑棋打入，就这个搬和这个虎相对而言就有点难讲，可能是虎一个好一些。这个打入以后白棋有点苦，白棋现在虎一个更虎不到了，黑棋会挡下来。实际上白棋出头，那么现在应该说黑棋比较好，但黑棋这个冲一个也是还手，他应该跳起来，要白棋跳，有了这一个交换以后黑的再冲。那么呢现在只剩下白棋一块孤棋在跑，黑棋都是活的，就是直面黑棋有利。实际上黑棋冲白棋靠压是不好棋，黑棋搬的话白棋会断，黑棋先跳，白棋出头，那白棋搬一个是一种整形的常用下法。黑棋打吃，白棋现在呢如果接上来的话这个形状就显得太笨重了，所以白棋反打，黑棋踢，黑棋如果长那白棋会冲，黑棋拐他再接住，那么黑棋要从这边跑出来，这三个子会被争掉，这黑棋不行。那白棋不打单接的话，那黑棋就可以打出来，这个子就轻了，所以实际上白棋打黑棋就提掉，白棋虎一个把两个断点都补住。下来这样的话呢白棋就顺利的安顿好了这块棋，基本上然后脚上需要做活，那黑棋压迫白棋的脚，黑棋现在挤一个是好棋，如果单扳的话白棋接住黑棋再补的话就是后手了，黑棋是先挤，如果你接这个那么我再扳住，实际上白棋接的这一边，那么黑棋加，白棋现在可以选择出去，那黑棋打吃，获得了很多目数。白棋实际上接，可能还不如考虑飞出去。黑棋断，也是抢先手的好棋。那黑棋点了一个，再扳住。扳住这里面以后黑棋扳白棋脚上是死的，所以白棋需要做活，黑棋因为是快棋，就很多时候有的必须要走的就不见得必须要走的棋呢黑棋都走掉了，作为打将，这快棋是三十秒一步的棋，他打一将可以多获得抢三十秒的时间。然后白棋出头，黑棋出头，黑棋出头完了白棋也要出头，黑棋尖一点，那么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战斗就告一段落了，黑棋这个角这个边还有这边获得了大量的实力，而且白棋还有这块孤棋，可以说现在依然是黑棋优势，就是白棋现在得想办法最大限度的走些实力才行，白棋挂扩张这边的形式，这是很容易想到的，然后飞，那么黑棋挂也是扩张这边的，
小青是黑棋的先生。那么现在面临一个局面的就是说如何掌握的问题。实际上黑棋是小飞在这边，小飞一个从我现在的水平来看可能是个失误。现在黑棋最简单的是猜二，那么白棋如果跳，那黑棋在这里面空里面会有一些手段，比如说他碰进来或者拖一个，那白棋搬黑的就断，那黑的碰这边一样，白棋搬黑的要断，如果白棋搬在外面要吃黑棋，那么黑的可以搬下面，白棋只能退，黑棋在顶，那白棋接，黑再搬过。那这里面要是想很干净的把黑的都吃掉呢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味道很坏，白棋外面还有拖啊挤啊冲断的一些缺陷，所以这是一个白棋非常担心的问题。但是要想破控，首先得把自己安定好，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黑棋应该猜二的理由。实际上黑棋飞，白棋看到现在就是说局势依然不是很乐观，如果像这种简单的走走双方围围控的话就有点危险，因为这地方白棋是有毛病的，并不是很确定的控，所以白棋是按逼主，就说想通过攻击黑棋来确保这块控的安全，还有扩大这边的形势。上黑棋尖也是不用敌手，简单的是挡住，挡住以后这边的就是拖一个手段就更明显了。上他尖继续想实控，就是显得有点偏了，就是不是很均衡。白棋爬就是预想中的手段，像如果再走这样的围控的话，就是说可以说这棋就已经输了，所以必须要爬。那黑棋为了捕获这块棋靠了一点，因为这两个交换以后呢，这块实地已经很确实了，可以说黑棋已经亏损了不少。但现在白棋依然不肯补回去，那么黑棋会跳起来，因为白棋这有块孤棋，白棋不敢在这边打入，就局势依然是不容乐观，所以白棋想先走这边，那么黑棋围一个，那白棋压，黑棋退，白棋再补一个。这样的话先走了这两个的话，可以说白棋还是便宜很多的。那实战黑棋打入，这个是可以说是必然的一手吧，白棋跳，黑棋跳。那现在局面就很混乱了，黑棋这块不安定，这块不安定，白棋这两个不安定，这三个不安定，还有这块不安定，就说头绪很多。那白棋咱先把黑棋分开，让黑棋跳，黑棋跳也有点着急，他应该先从这边攻击白棋，因为相对这块而言呢，白棋这几个子更薄弱一些，黑的子力也更多一点，就是战果可能会大一些。上黑棋跳，白棋小尖，白棋小尖呢就以后有靠起来的手段。那么黑棋虎一个打，又打了一将，因为他看不出来这地方有什么有利的后续手段，于是再飞。但因为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，白棋在这一带就有棋下了，白棋实际上是靠下来。那么黑棋反击，白棋吃，吃一个呢，等于并不是想把黑的这个子吃掉，而是要借助，就说一系列的手法来定型。黑棋也意识到这点，黑的先去就是吓唬这两个子，这两个子呢就说现在要做活的话呢肯定不利于外面的作战，假设在这儿做活落了个后手，那么黑棋可以再进攻白棋这一块，那样这样白的还是要落后手，然后黑棋再把这块安定了，这样的话呢白棋就很危险，所以白棋实际上打吃，这也是真是把头绪变得复杂的一步棋。打吃以后呢，黑的这块棋就需要做活，一旦黑的先去做活，那么白的外面就厚了，白的外面厚了以后再来处理这两块棋就会好得多。那么实战黑棋呢
也是置之不理，就是连续的脱先的在这盘棋中双方非常多。但从长浩的风格来看，就是说下成这样可能不是他所愿意见到的。他的打车跳整形，这可以说双方都没有什么选择。白先把自己杀后，我飞一个，就是把这块棋连回家。那么黑棋现在就要处理这一块，那十万小尖，意思是我先把这吃了，那这块以后我还要活。那白棋主渡，这个的话黑的拖位就渡过了。主渡的时候呢，黑棋先冲击中央，因为白的这块还很薄。聪明黑的加也是好棋，单断的话呢，白棋会打了接住，因为黑的这样省了一定的目数，这里还很复杂。他先加，如果白的接，他就冲回去，因为还要来进攻白棋，上白的冲，有了这两个子以后，白的就不肯接了。白的如果再接，黑的冲吃。等于白棋跑了一个，损得很多，被白棋接住，而且并次也是好棋，你要接住我就从这挖吃过来。这棋如果普通棋可能会打在这儿，白的那么白棋这儿可以掰死两个，这可以压出来，黑的就不好下了。虽然并次，那白棋接，用的吃，那白棋。得赶紧把这块连回来，黑的先还没先提，黑的先去交换了一个，在什么地方冲了一个，冲了一个呢，就本来白棋单拐住，现在冲了一个以后，白棋这还有点缺陷。但现在黑的实力已经很多了，如果再把这块棋活出来，黑的就赢定了。所以白棋一定不能让黑棋把这块活出来，黑的先搬在上面，再搬在下面。接住这块棋呢，死活是很复杂的一棋，实际上呢也是三十秒一步的快棋，双方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下了。黑棋搬，把他全力以赴的破黑棋眼位。嗯，因为现在局面就很激烈了。白棋吃，黑棋踢，把他打吃，黑棋接住。因为现在呢，黑棋一打就活了，白棋必须要破黑棋眼位。实战白棋飞一个，这步棋呢是在这个地方最好的破眼的手段。而且由这个飞最终引发出来了黑棋的败招，实际上黑棋往外跑，因为里面已经坐不活了。往外跑的时候呢，因为黑棋这一带有先手，这些这些，白棋这块不能死，这块一死控就不够了，所以黑棋往外跑。同时白的这块棋还这还缺一缺一手，实际上白棋冲一个可能不太好，应该走到外面，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实战要好一些。实战冲棋上黑的已经有活棋的希望了，黑的一挡，但是为什么冲呢？因为是快棋，但是总是想捡变化最少的下。当时白棋以为这样下已经把黑棋吃掉了，实际上呢有误算。黑棋搬，黑棋现在接一个，有可能就是败招。黑棋现在正确次序应该挡，白棋不能脱先，白棋黑棋先冲吃的话，白棋是走爬过，黑棋再挡，因为白棋脱先的话，黑棋一吃就活了，白棋要接住的话，黑棋一吃也活了，这一眼这一眼，所以白棋一定要连过去。白棋最好的连动手段是接挨这儿，
没有把黑棋再接住，白棋搬，就这个地方呢，现在因为是快棋，大家都看不出来有什么联系，但事实上最后的胜败就取决于黑棋有没有挡在这个地方。实际上黑棋接，把它爬，把它爬了以后呢，当时我觉得就是这盘棋已经赢下来了，实际上呢我还有所没有察觉到的地方。黑棋现在出头点了一个，点了一个呢，这边要接回来，这边要冲断白棋，白棋实际上呢是想接了一个，一起冲断，这时候要打了，打出来变化很多，白棋唬住，但是呢现在就是出了点问题，黑棋先打将，这都是绝对先手。我黑棋现在弯一个，这两个死了的子他还要跑，白棋压，因为黑棋再跑不出去，黑的再贴，白棋可以把黑的压死，但是呢实际上这地方出现了一点意外，黑棋冲，再断，黑的接住。那么现在呢白棋加了一个，白棋如果吃在这儿结果是一样的，那么黑棋也可以跑，白棋再吃，黑棋接，白棋打，黑棋跑，白棋接，黑棋再冲吃，再接，黑棋冲出来，那么这个可以跑掉，把白棋这块棋给断开。实际上白棋是加的一个，那么黑的同样是吃，冲出去，那黑的是单冲的，这样以后保留一枚劫财。像现在这样的时候呢，白棋虎了一个，那黑棋冲吃也不好，黑的应该单跟白棋杀棋，黑棋冲吃，因为现在呢白棋这块棋要想跟黑的这块棋杀气呢是很危险的，白棋只有靠这个扑度过，这是个打劫，如果当初黑棋挡掉白棋接，那黑棋接这个白棋只能搬，像这样的话呢黑的这块棋可能就要获胜了，因为白棋已经度不过去了。实际上因为这地方有个劫，那么白棋就有了希望，黑棋上冲吃损了一个劫财，然后打了一将，然后顶住以最大的那个，他一方面要补这里面的毛病，一方面要跟白棋这就是破白眼位，争取跟白棋杀气，让白棋扑，黑棋提很接，那么现在呢黑的这地方有几十个子，白的也是几十个子，说这打劫，黑棋这还损了一个劫财，黑棋现在挡，黑棋现在从很想接，但是因为白棋这有几个硬腿，白棋可以跳进来，那么黑棋要挡，白棋在挤，黑棋外围也很不完善，黑棋假如接住的话白棋度过，那么一个是白棋已经活了，而且这以后还有冲出来，那黑棋要加一个白棋可以冲，白棋如果打这个就坏了，那么黑棋可以吃，白棋起黑的力不能，这两个黑的能走到一个，但白棋现在就冷静的度过就可以。
那白蟹断翅有个眼，这还有个翅三个，你接我断翅有个眼，上面还有个眼，白蟹就活了。所以说这地方黑棋不能脱先，还有十安挡地，用白棋提劫。提劫的时候呢，黑棋这个劫材非常难找，因为呢找这种劫材呢，比如说冲这个或者虎这种劫材，就自撞一气以后，黑棋这边的收气的利用就少了，黑棋收气利用一小，白棋弯啊，就说劫材反而多，白棋这还要冲出来。实际上黑的选择一个比较中的时候，他去吃这个角，这个角当时白棋觉得就不用再硬了，我黑棋把这个角吃掉。那么像这样的话呢，如果生物的话呢，就是比较细微，可能是白棋要好一些，但是呢白棋实战呢选择了一种就是比较也是比较激烈的下法，白先点了一个，一些虎，一些刺，还有足部，然后白棋再下劫，一点一个。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，可以说白棋在这个地方路数顺了很多。但为什么白棋走这两个呢？因为他白棋从感觉上这块棋白棋不会死。那么看到白棋这么拼命，黑的有点慌，黑的扑了一个打了一将，然后只有去硬杀白棋了。上黑棋扳，白棋断了一个，再冲扳，形成了一场很意外的杀棋。黑的刚才没有扳。这是冲的，冲的这个黑的刚才，白棋扳，再冲断，冲了以后黑的挡又是先手，白棋必须要补一个，那黑棋点下下棋，白棋接住，给他吃。再不提两个没有用，因为吃不掉白的这五个。那白棋接住，下到现在这个地方呢，黑棋这边也输了。那黑棋为什么这样输呢？现在大家可以收一下气看看。我黑的走，这都是很简单的收气方法。一起接，白的提。回去收气，把它打吃，再收气，又得收气，把它扔进。那么说到这样的话呢，是黑棋差一气，黑的只能立，然后白棋打吃。那么常常看到这棋差一气就认输了。那么呢，从结果来看呢，白棋吃了这么大一片，可以说是战果辉煌。那么从而呢，白方也赢下了这盘棋。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。